欢迎来到花花万物。买什么样的东西就表示你是什么样的人，脸部除毛器。一个毛很多的人，我觉得他已经走掉了。欢迎我们这位愿意让账单亮相的来宾了哈。谁说我是又黑又肥又老的？姐，真的，你真的瘦了。真的差很多。那你跟他搭档主持啊，徐亚军啊，每次看到我妹回家啊，都会说，哎，我怎么才不在你身边几天，你就变那么肥啊？没有，没有，这什么烂节目啊？鬼眼耸听。不好意思，我忘记我今天有事。你不喜欢这个气氛？太可怕了。这世界很酷。